杨幂是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，她的动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近期奥运会一直在人们的强烈关注下进行着，很多明星也对奥运健儿们送出了自己的祝福，杨幂也是如此。七夕情人节，杨幂没有和刘恺威两人在一起秀恩爱，而是在微博中她发了一张国旗图，并注明希望中国的奥运健儿们都取得好成绩。就是因为这张国旗图被细心的网友们看出一丝小问题，瞬间她被推上风头浪尖，网友们直接炮轰杨幂，国旗都有能发错的，可怜的杨幂了。之后就只能把之前的微博删除，重新发了一张新的图。本是虐狗的日子，杨幂在百忙之中还是想到了中国的奥运健儿，这一点还是值得大家称赞一下的。在很多批评她把国旗发错的网友中，还有不少人对她是表示赞扬的。